什么事了？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呀？嘟嘟，我的脚受伤了。这是怎么来的呀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刚才我在家里收拾玩具的时候，不小心踩到一辆玩具车，然后就被箱子砸到脚趾头了，真是疼死我了。别担心，我可是朵朵小医生呢，现在让我为你治疗吧。先在伤口的位置涂抹药水，然后再用纱布进行包扎，过几天就好了。狗笼坏了，我打算把它给修一修。首先把屋顶给固定住。我的手疼死了。出了点意外，我去找朵朵医生来帮忙吧。朵朵医生，快点，爸爸受伤了。爸爸，你没事吧？没关系，只是。